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我们要去看我们的《时钟人宇宙》第七集到第十二集啦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在看一到七集的时候，泰坦监控人在这个宇宙被控制了，然后我们的时钟人去救他，发现，他的寄生非常的根深蒂固啊，完全没办法救啊。结果，我们的泰坦时钟人被掳走了。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？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Let's go。这次我们再重新回顾一次这个第七集啊。OK， 现在是我们正在泰坦音响人的这个视角。OK， 把这边的进攻的马桶人全部轰掉，然后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时钟人的这个基地啊。我们要来准备救这只大的时钟人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赶快回去。时钟人被切成两，被拔成两半了。对，被我们这个可恶的磁铁人拔成两半。然后这边我们的这个真空管时钟人，真空管时钟人没有办法治好他，对，没办法治好。不过等一下会来一个超强救兵，对吧？这我们上一集有看过，来了我们的跟女时钟人，她音乐蛮可爱的，蛮俏皮的。对，依然是追不到女电视人。OK， 这边很厉害哦，看起来像奇异博士，有没有？合体！哦，这边不管看几次都觉得很帅。不过我发现他们的时空回溯的能力跟他们体型有关系吧？像这只就比较小，不过这只就很特别的存在，这只时钟人蛮特别的，它可以。大范围的这个时间暂停，对，泰坦被掳走了，我们泰坦已经被人家抓走了，泰坦时钟人怎么办？我们的首领该去救人了吗？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八集啊，怎么没有音乐？是不是版权？哦，他们掳了一只这个马桶人，要来叫他入口供吧？哦，一言不合就把他烧掉了，哇！哎呦，有声音了，为什么刚前面没有声音？哎呦！哇，超坏！直接把他的时间回溯，哇，他有经历过刚被火烧的那一切。哦，他还嘴硬，我才不会告诉你了。太残忍了吧！他把那个马桶人的脸弄得非常的那个，他很痛苦的感觉都弄得非常的细致。OK， 他已经讲出来了，讲道出，哦，哇！直接原地火化，我的天！他们找到这个，应该是找到他们马桶人那边的位置了吧？咦，这只电视人好酷哦！这不就是那只电视人吗？哎呦，我把它炸掉！我们现在在谁的视角？打掉好多马桶人！哦，还有鞭炮马桶人是新年快乐，新年马桶人是呼呼呼呼。直接把他打掉，在这里的泰坦音响都没有被控制。哦，才说完差点就被控制了。在这边的宇宙，他一定很痛恨被控制。什么新的敌人吗？完蛋了！什么情况？怎样？这什么新单位？电钻人哦！哇，好帅哦！又有新伙伴了。可以，这什么？撤走。OK， 这是下的什么任务啊？他们接到任务啊，要去救人了，是不是？走，要去救人了。是啦，我们有新的伙伴啊。接下来是第九集哦，我们现在人在屋顶。干嘛？一来就把我轰死吗？不要哦，铁钉。哇，好强哦！跑掉了，直接爆炸！吼，好强哦！我们的电钻人这强超强的，还可以射出这个钉枪啊！哇，超大直升机！什么？没有时间解释了，快上来！要带我们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增援呢？啊？难道我们是要去救时钟人吗？泰坦时钟人？哇，这是什么？
哇，好帅哦！泰坦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怎么没音声音啊？泰坦电钻人，哇，怎么音乐没了？这边是有版权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伯乐版权的音乐啊！哇哇哇哇哇，好强哦！钻一钻，两个大楼倒下来，直接把他压死、欸，哎，泰坦电钻人。这好像在 Ski Butita 房里面有看到过，哇，丢不到，被欺负了。哦，他手可以拉过来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刚刚还不是很呛吗？就被抓过来，就突然变成超级就孬掉了。哦，射掉射掉。嗯，你是谁？不管了，跟着我们走吧。哦，超强电钻人呢、欸。接下来是第十集啊 ，OK， 他们这边战场，哦哦哦哦，被欺负了，被欺负了，手榴弹，时间暂停五秒钟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快打他，还在那边跳舞，很皮哇，报应来了，看你在皮啊，哦哦哦，爆炸爆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跟我一样啊？这啥？哇！电钻，电钻，电锯，电锯马桶人！哎呦呦呦呦！哦，身临其境哎！电锯直接在我脸上！什么什么什么？来了！增援！哦，时间暂停！赶快哦，时间有限！哦，他又回到二十几秒的时间了！快点，二十秒的时间！踢他！赶快赶快！丢什么 ？C4 炸弹，装上去，打他一下，看为什么要多打他那么一下？哇、哦！大爆炸！哇，还比中指！哇！泰坦监控人来了，大战即将起。一触即发！哦，泰坦电钻人把他抓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啊，他们不知道这边的时间点，他们不知道泰坦失踪人已经检查过他了，想飞啊！哇，把他抓回来！哇，甩在地上打，叫我们赶快先进去里面。泰坦失踪人死掉了。Holy shit！ 哎呦，就是他把他弄死了吗？他在做什么人体实验吗？哦哦哦哦！哦，快救他！哇，他被烧死了！哦，女音响人！哎呦，被抓到了，完了！女音响人要没了吗？故障摄影机！我们的无双战神来了！他把他救回来了，赞！啊，拍手，OK。哦，他们可以救回来是不是？他们手上是什么东西？时间回溯对不对？啊，我懂了，是像那种摆一个结界，然后把它回溯起来。哇，所以他是可以救回来的。哎，怎么坏掉了？买到坏掉的东西是不是 ？Oh no！泰坦磁铁马桶人，现在是第十一集啊！哦，轰他，把他打爆！音响人，加油！武器被吸走了，哇，只靠泰坦音响应该是不够的。哇，他有火焰发射器啊！烧他，烧他，哎，继续烧他，哎，他的磁铁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火焰可以把它消，可以消磁啊！大家应该知道吧？就是你高温可以把这个磁铁给消磁。哇，他成功干掉了，太强了吧！哇，怎么办？泰坦失踪人，他把泰坦失踪人带走了，留在这边也的确不太好，赶快撤退。他们也有电钻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哦、他
把它敲它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新的人欸，好帅哦，穿白色衣服的西装。他表情很可爱。欸，看我这里，看我这里，他是老板是不是？打开。哦，电钻，泰坦电钻对上我们的这个已经被控制的这个泰坦监控人。哇，这个巨锤，他一定很不想被控制吧？他手一直在发抖。哎，我靠，他直接把铁锤锤，完了！泰坦电钻人会死掉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哦，地层下陷，好强的招式哦，拔不起来。哦，先暂停。嗯，哦，他身体被控制住了。来了来了，电钻人！难道电钻人可以拯救他们吗？哦，女电视人，哎不对，女时钟人，女时钟很强哎，来控制他，不要动不要动！来来来，救他救他，这救得起来吗？他根深蒂固哎，哇，你看，哦，拔掉了，还想跑啊？哦，用电钻把他电钻死啊！他回复理智了。哦不。哦、OK， 电钻人走了，这么潇洒的离去吗？他给他一个赞，这音乐听起来，哇，他并不觉得这样很好。接下来是第十二集哦，哇，现在马桶人在进攻，我们要拯救时钟人啊！哦，还好我们泰坦音响还在。烧死他！好、哦，没火了，尴尬了。哇，拔下来直接当铁锤吗？哇，塞到他嘴巴里面。什么？叫他看？哇、哦，噪音攻击！好久没有看到音响员这招了。哦哦哦哦，打不掉，打不掉。哇，还发射这个尖刺啊！哦，小李他妈飞刀，太强了吧！哇，巨型马桶人，有盔甲的，哇，挡住了，他有这个防弹盔甲，冲过来了，哎，哦，泰坦监控人终于恢复理智了，他来救我们了，哦，好，来拯救我们了，哎，什么？你不是被控制了吗？没事，你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他们讲了什么？有观众知道他们讲了什么吗？他飞走了。他是不是叫他先离开啊？我来这边，这边我来就好了。哦，他想要将功赎罪吧？他一定心里非常有罪恶感，杀了这么多自己的同伴。这什么手语？他怎么了？啊、哦，他很愤怒哎！哇，锤掉一个大楼，监控人一定很自责啊！哎呦，是什么？什么敌人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右边有什么亮光？啊！来的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那个亮光是同伴还是敌人？是新的好朋友的单位呢？还是这个新的坏人反派啊？而且我们的这个泰坦失踪人到底救不救得回来呢？好吧，我们就在下面讨论。那尽量不要剧透我。听说啊，我上次看观众说第十三集跟第十四集听说是非常的刺激，非常紧张啊，大家希望我看到那边。如果大家想要我看到这个第十三、第十四集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赞点起来，我下礼拜跟大家一起来同步试听，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补充给我小光知道一些设定，但不要剧透接下来的内容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